完呢？我没钱啊，你问你爸爸，省点用啊。爸爸去哪了？哎，老头子，儿子找你啊。这小子找我，准没好事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没钱啊，你听到没有啊？问老爸要钱还这么松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你到底给不给啊？不给又怎么样？大逆不道，谁叫你的？白读书了你，不好好读书，整天玩，就懂得要钱。没钱当然问你的，谁叫你们送我出来？连老爸都打，毛都没有了，别读书了，去要饭吧。你有见过这么帅的乞丐吗？更何况我都不吃饭了，我只吃肉。哎呀，我说老头子啊，你就给点钱儿子呗，都几十岁了，还跟小孩子计较什么呢？真是的，到时候他在学校跟别人贷款就麻烦了。你没看到他那个态度吗？连老爸都打，无法无天，不好好教训他，以后出来社会也不会有贡献的。他现在还少吗？还不懂事，慢慢教。读大学了还少，别人都创业了，再这样下去前途正毁了。那有什么好方法啊？爸爸妈，其实我不是那种人，不过读大学真的开支大很多啊。多什么开支？泡妹子啊。泡妹要钱的吗？没钱谁理你啊。哎呀，闪电啊，去别去玩了、啊，大人在做大事的。生你这么帅啊，还要花钱泡妞，都是你这个婆娘把他弄坏的。你打妈妈干嘛？呀，老爸还用你管？打妈妈就是不行。烦了、啊、烦了、啊、烦了、啊、你这个帅仔，今天要好好教训你，以后不会给你一把钱。不给我钱我就不读书了。你这德性，读书就是浪费资源，还这么用力，是你咬我的，还顶嘴，打死你！我以后不养你了。那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就要改，小孩就应该好好学习，想要过好日子就要靠自己，凭真本事。这个月零用钱减半。哎，现在孩子怎么这么难教啊？希望以后娶到老婆会懂得父母心。娶到老婆，我们就等着去享福喽。啊？去哪享福？老人院。哎呦我的妈！you